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拿冠军。等我，我一定要拿冠军，拿了冠军就可以了。我一定可以的。 冰生和唐雪在一起了，我的男神，我失恋了，好羡慕唐雪啊！唐雪怎么这么好看啊？怎么这么好看啊？雨言，雨言，怎么了？ 怎么不开灯啊？妈，你今天对我很失望吧？只是有点意外，算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不要太多压力，明天我们就回国。 回国，拿这4连摔的成绩回去吗？爷爷，妈妈知道你很想赢，妈妈也很想让你赢。也许这才是你的压力。当然，邀请赛只是全国花滑锦标赛的一个热身赛，动作也是新编排的，你还不够熟练，你也别有太大压力。 只是你今天在赛场上，你的眉头一直皱着，再也不是以前那种愉悦、舒展、享受的感觉了。你再也不是以前的你了，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。